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南苗参加这个真有意义、对咱来讲也更加添咱生活上注意的活动啊！非常欢迎大家啊！因为大家经常是真辛苦啊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社会的服务啊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父亲节进行，或者活动，我讲啊，非常有意义，而且祝福今天大会啊成功圆满，感谢大家，多啦，谢谢。 我们请苏理事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。郑长夫人，谢谢李市长，还有咱大家在座的各位姊妹啊，大家关系大家好哈。哦，今仔日实在是吼，日子有够好个啊！啊，我吼，我嘛是安尼。 用心要甲伊用啊足好个啊吼，啊希望大家拢会当看到啦吼。我当然吼，李处长啊，将伊要一档落来吼，非常感谢对姊妹啊对我的支持甲爱护。即届办即个成长营吼，因为我的秘书志宏甲我讲吼，我办一场吼，也有助手啦，也有插花啦，也有演讲啦吼，会当讲是吼，咱迄个一档吼。 即我都办起来活动，我今年要一天吼，就甲办起来啦吼。谢谢。所以吼，我压力也真大啦吼。啊，我嘛是好佳哉吼，我后壁还佫有吼一顿的，迄日李干事，还佫有咱一寡吼好姊妹，都有咱的主任吼，会斗相共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嘛希望今仔日吼，大家会当有啊足欢喜，还佫吼有一个足美好的母亲节，谢谢大家。 早安哦，好，还有我们团队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哦，能看到各位姐妹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。在我们这个理事长的领导之下哦，我们妇女会哈能够这么的成长卓越哦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哦。啊，因为这两天哦，刚好我们有。 一些事情哦，所以镇长哦比较繁忙一点，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。在这里哈、哦，先跟各位姐妹们报告一下，啊，明天就是母亲节，我们身为女性的那个妇女哦，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哦。在这个前夕哈、哦，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谢谢啊！今仔日咱大会主持人，哎。 司理事长，以及咱今仔日啊，在座各位好姐妹啊，尤其是咱即次即个活动的即个当作人员啊，非常的辛苦啊，咱天津妇女敬来也搁较辛苦哈，伊是身为咱北港镇大家长的镇长夫人也辛勤哈，也得到一点掌声啦。但是伊把所有的这个辛勤哈来放掉，啊，代替着咱镇长啊来个，咱比较同乐，所以呢，咱非常来赞赏。我们来这里掌声，谢谢他。啊，咱也知影哈，镇长自从就任以来。 伊都为着咱第二个即种种盈利部落的工作，哦，逐日拢走啊吼，加那亲像迄个陀螺在转安尼啦哈，诶，咱嘛爱加加。那么今仔日即个庆祝母亲节的即个大会，以母亲节的前一天来举办，非常的有意义，尤其是咱理事长呢，伊哈。 打紧脑筋就对了，一直想，想看咱要安怎来办这场的活动。这场的活动嘛是就任一当来上届大会的一场活动，所以呢，伊非常的辛苦来甲伊设计，伊嘛真紧吼。
征求着足济咱遮个政府干部以及前辈，吼、来甲伊提出即个上好上好的即个案例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咱入来到即个会场，咱就会感觉讲，哎，有一个母亲节来到的一个味道。所以呢，咱马上吧，好，理事长，来鼓励一下，来，理事长辛苦你啦。那么咱拢知影，咱做一个女人，尤其是我们每一位都是送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任务，就是咱要来保护着咱的小天鼠，就是讲咱的家里。诶，这个任务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所以呢，每一位妈妈都是非常的辛苦，啊，非常的用心，希望着讲咱的子女会当长大，搁在健康，在社会上可以奉献出伊的一份力量，伊的一份智慧。咱唔能讲咧，希望着咱的囝儿赚大钱、做大官，唔免安尼想。咱只要是讲，要来希望着咱的囝儿，第一健康，为社会做一寡有益的代志。唔通讲，咱若伫媒体上不是看到咧报道，一寡伊枪击要犯啦、打架、喝酒肇事，希望迄种。不是，在咱的有关周边的人来做，所以咱希望就是讲，希望着咱的家人，咱的下一代健康、快乐，会当在社会做代志，卖在迄个社会上风风天光啊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。迄个某某人的这个优势，咱就感觉讲，我们的脸上无光，无光彩。咱若认真，咱所教育出来的子女，大家都会当，我们竖起拇指讲，哦，恁家囝儿赞，所以赞，健康、祖先为社会付出，安就是。一个真赞真赞的后代，那么咱社会每一个青年、青少年，大家若拢会当呢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咱的这个好囝儿，就是拢咱一个心目中所期待的好囝儿，安尼咱的社会就会进步，就会发展，啊、哦，就会发达。那么我们的脸上。非常的有光彩，所以呢，咱的任务就是讲，我们要来保护我们的小天使，教育我们的小天使，所以咱的责任非常的大。啊，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，我代表着向大家来祝福，啊嘛来恭喜，讲哦，咱出去。拢有一寡友好、乖巧、健康的囝儿，啊！伫遮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、健康最重要，谢谢。